这么个爹们，你就给爹死给你出去了。你这是今天才干的该干的。啊，后天咱们能干着呢吗？啊。别聊啊。给我吃了，走走走，好了，喝了，走。 电话，我怎么打电话？儿子，你说咱家，儿子，自从你开了俺们情况了，结果不成啊，从此我去给你接的吧。 棉袄皮不行，棉袄皮是没裤子，大的这个没爬过的这个裤子的光面，就是棉子，爬没都知道是，反过他就是儿子小张的布着，儿子反棉子。我父亲，认的我是大头年骨的，他买裤子时间我一再跟前看，跟上他爬没，跟上他这买的时间是他买，我看着看着呢。 进入腊月，离过年的日子越来越近。鹿西村几乎家家都要杀猪为过年做准备，民间称之为“杀年猪”。作为村里擅长杀猪的人，陆海清每年这个时候都很忙，有很多人家会请他上门掌刀。 这意味着整村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些亲戚关系。今天杀猪的是陆永和家，来帮忙的也大都是羌波鼓舞队里的人。 是的，我孙子知道我能说。我的，谢谢，今天是爷们接待下。没，今天是干啥？今天孙子知道我跟他过。老师，哎，中央，累了，啊，还没喝呢呀。哎呀，中央，中央，哎，媳妇，我累了。哎呀，其实你那身份问题，哎呀。
我去啥？吃呀！哎，这怎么太贵了？来，吃上来，这来，我们吃啥啥的？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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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忙的，天气太热了。这家吃的那苦，我这。老张，咱们去先吃。老婆，我问你，哎，那这个盆不是啥的？我这是盆子我来。我尝尝，我都拿上来啊！没。嗯。这就是盆呐。我还没吃呢，这黑锅我真没了。对对对，你往这儿顶。我学我学这个。这是叫碗。我女儿在学给我好的字。你要再去改改过来，四十八小时。这几万的，这个，这个还是什么呀？黄子鸡嘛，红子鸡嘛。里边啊嘛，我就做成铁链子，铁链子在这儿，做成铁链子这样。对，要出服装，人出场。你这个不行啊。还行。你们是说好的还是？你找到吗？我们就做这个，这是我们的样品，手工做的。哦，看一下，如果你们这边布料啊，还有花子各方面都能绣的话，就一次性在你们那边做一下。这其他的都是给大人的，那是小孩的。这个都一样。嗯，这是一样的。嗯。这个可以绣。可以绣。这绣就是机绣了。机绣，嗯，那个、对。整个是机绣。就是细嘛。不行的，你把颜色选还不有花色就把花色给你。颜色是黑的。可以，黑的啊。就黑色就看样子。要是不有花色，这就不做花色了。细的话就有满的，二十二还是22个大人的，30，六个，七个，三七的。我他说完我等。这要是四方的。24双啊。六十方的，六十方空家的。这就是全部是28双鞋。28双鞋。嗯，大小就是28双。
那个三十分。完了吧？后面。虚缺不是三十分，我看我把这个号儿给我弟弟，我洗洗。三七六个。嗯。四零十一。嗯。四二的九双。四三的三双。对对，小孩跟大人的靴子是一模一样的价格，一模一样的价格。他这个，因为他这个跟那个料一点料没关系，主要是工艺。一万两千多的话，我得要。多少算？这个两将近一万三。这就是二零一五年了，这是给回农了，给回农大家都吃全了，吃全了就是说能上好的玉米吃啊。结果是腊月的多少？十三啊。十三。十三了就，给个回农就是咱们的，这个啥嘞？上花大年初七啊，大家都喜上，第三五吃啊，就大家都吃这出了，这也是后头后头铺开的家子也不喝啊。十五啊。咱们就学啊，你这得跟吃那么多，不能太吃啊。后天师傅咱们就学啊。前儿花上口罩，你像铺上全部是干的嘛，都没有是全部做的嘛，顶上的嘛，裤子全部一身是黑，没怎么黑，不停，整个顶上的顶上的身上都是给那弄嘛，这一家花这么大。大家呀都要笑得很。这么时候的初次不听你说什么，我只是把我的 OK。这个动作上十三怎么又一年一年都有改变呢？变哪这一天这就是全部不能喝酒，就在喝酒到床上后来就不给他发饭。
陆海寿的母亲去世已经满一年，在阴阳先生的指点下，终于可以与早逝的丈夫合葬。在当地，这种情况被称为改坟。这夫妻啊，就是真实的，就是在上个月的。贝壳儿，干啥？哎，对，这个，嗯，这边。李大爷，这一样是个工地，往外边扶着天空井，外屋生成人，都坚持那一三层，日与那有两月。扶持文王四肢好处老师，盘古大仙开天辟地，日进九宫八卦四神八将九里根黄，碧火仙人青鸟玄师，引领九天玄女国父争仙，赤松子黄石公七飞仙仙，十相九品六星真人，九等人间广传七十二佳年，遇变成佛子。丧葬是中国农村乡民人生中的一件大事，同村的村民们都会遵循一家有喜全村送礼，一家死人全村举丧的习俗。对这种礼仪的重视与坚持，映射出的是中国农村自包产到户以来，经济关联下降后，红白喜事对村落内部秩序维护的重要性。这不仅是一种人情往来，也是村民精神互动的需求。出入太大呢，你最早说是就是个28套对吧？一套就给多块钱，但是这也不是太大。这就是日头上奖金翻了一倍啊！这个也一定要沟通好的，你们。像这次这个东西，那新官不是黑上啥都是啥的事。这个都是不管多少，你再出来咱们量子而行这个东西。你说好啥都可以。说咱们也，这个任何人没办法解释。你解释，你这个，在那个村里解释，村里你解释不清楚这个事。明显去，开始了，开始我就把
是害怕你那号儿是把人上，对，可是这种的两口我心里。利用这个情况是把这个丢哦不行吗？不行，这个人带子小，把这个各方面做不着出来嘛。害羞嘛？哎，害羞嘛？这是个帽子。香波鼓舞作为当地年俗活动中的一项，一般只在过年时进行，因此生疏了一年的鼓手们需要通过腊月里的练习找回打鼓的感觉，为正月里的活动做好准备。鼓队的服装经历了几次变化，但传承人陆海中始终不太满意，他觉得与他儿时记忆中的样子有很大的差别。他一直想恢复鼓队的传统服装，并且希望羌波鼓舞能够申请上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我这是我就是这是特指是给先把证书。你是欠两千的，他那时候是全部不管他，我给咱俩说不了的。我说咱给，这个新团长还有这些老员工，他去弄，就去，就你跑着跑着，后头他，就有名堂的，给的没有没名堂的，我给我三十一捐的嘛。都要转嘛，那是三尺八，姚明的是三八的，姚明是三八，哦，你看，姚明三八，那只有长点，没关系，啊，这还就行了，不是给你听的，啊。也是吧，把这个要穿到里面了吗？哈哈哈哈哈！纸条。哦，这是围兜啊。围兜对吗？这个是，这不穿里面吗？穿了。哎哦，这样穿的，哎，哦，我以为你围兜在外面呢。好，都穿也行。听说这是要这些是个白衬衫的，白衬衣。嗯，哦。你这穿上四个的。哦。是这个是六个，也就放到这里面去。啊。好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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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你说，人快看你喜欢黑，我跟你说，车呀，人家车都在那边水坑里边水坐。车都给他啥？啊，黑呀，最近去快看直接鸡蛋，直接出来了，直接鸡蛋就发。但是，对是有个有事儿，不大的，对时间不大的，家家不大的是快了，家把车扔掉，人家那啥。医生的诊断犹如一道晴天霹雳，炸响了这位年轻。那这是不？俺们录着，为啥是吃不？嗯。两张大钱儿。希望。这个是有信心的，不玩儿是有信心的。离家八十公里之外的日照市盲校附近，时光不能倒退，现实就摆在眼前。既然孩子们不能恢复健康，那我们。人家就把你报了，你参谋就到这块儿，做的特别的豪华，这是，对了，呵呵，哎，正上次什么四上次，先上次，你这个光国企是，我是朝这块儿不是做的好嘛，这是肯定的嘛，做大家都就关注给了嘛，这这是个文化行业的个非常特别，也是个挺特别的事儿的，对了。正月初六，鹿西村的新年民俗活动正式启动。那那就起，反正这个。姐夫，姐棍子，金小孩儿，爷爷，吃吃吃吃，老姐住，啊，十九三，吃吃，把车，幺幺的，幺幺的，老红叶，走。这一天，羌波鼓舞队的全体成员要在村里小山神庙前的场院上打羊年的第一场鼓。羌波鼓舞以羊皮鼓为道具，成员由掌旗人、老西番、西番婆、鼓手、孩子组成。队伍中有两名掌旗人引领，20名青壮年尾随其后，手持羊皮鼓敲击起舞。几名儿童身着彩衣，手持彩扇穿行其中。另有一个男扮女装的西番婆在队伍中扭捏作态，引人发笑。在老西番的指挥下，鼓手们依次表演走四门、龙摆尾、铁绳扣、攒八卦等阵型。整个舞蹈具有圆圈起舞、鼓铃交加、歌时不舞、舞时不歌的特征。掌旗人所唱的番曲多为祝福吉祥如意、五谷丰登的内容。
点蜡、敬香、上供、叩首接神，浓浓的年味儿，原汁原味的香俗，也就在阵阵鼓声中弥散开来。现在不是人吃血是反正打的鼓过还是我的心中是不太的小。现在年轻人就是不好好打。其实我给你摆个样子，我给你基本都做的差不多就他感觉行，他一直打的短信。一部分就是三分之一的人不成。在这门家，俺这对心别对心从是别干活，因为买不开把这个东断，来买不开五木瓜，穿起来，能开车了，拆你吧。这个才叫连续。我家个把这五木瓜，有几个情况，看啥情况。家是点俺这个。啊，家是把这个东西，我这个东西家都咱们清楚。有啥变化的，俺们变的，那家还中啊？还没。你别是就是，你别是别是出事十日两天的，十二十三的也是，这是两天，这两天时间是必须的。那啥不干？没吧，我管着。你也到，是专门变的。明天那么就别那几个家属说这是大伙子是在没办法，家没办法变是什么么说的，家里面我不是变就是对心，俺就是对心啊，这个变法对心，家伙子俺可供应上这个给是啊，如果给是啥结果了，我骗过你啊，骗过去，骗过去这种事情就没意思。这什么人？我给，啊，这家那个传上的，家主是叫人么么的，这些他家主不管这，怎么说给他说起去？大喝大不喝，要是什么事情就好，咱又说得清楚。就是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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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那个
你看我们这是什么东西？那是我等说一下。这是这个是多少斤重是吧？多少斤重的？斤重是你，你现在你主持是我给变心，你木哪能能变过呢？我给不是，我给不是，你是办法的。人说是推上日风中是推下十年功啊！我不是日办法，你就把我事情做清楚的。你还我给一个程序呢，那么地方是咱们的漏动作，原来有多少个漏动作，现在又编排加多少个新动作呢？这个漏动作和新动作，这个之间。有一定的有编排呢，编排的时候，那么你比方这一个漏动作，啥它的漏动作的来源是怎么来的？那么这个来源是产生于哪一个朝代的？那么咱们编排这个新动作，必须有按漏动作的这一套按现代化的把它编排出来。这就有才达到这个境界，达到这个水平，哎，这才。那不是个容易事情啊！前面你看，我给啥齐局长，我就说过，我你看齐局长，这你要这么弄的话，你也像我呢，不像我跟你不干，我跟你说那实话呢，我的意思是给你们把妆化化，化个妆，一化妆这个不对了，整体效果一下就变了，化妆、服装、道具。我一手过去充电，那化妆的这些东西，我有呢，又是在城后头放的，这儿没有，还得城后头去一趟去。化妆这，我妈说，这不还是要做一点，注意。在那家，你电话多少？三十。139那我三星啊蒙古啊后来没有这个事情在为了过后那么化妆一下看家答应不答应我吃比如说我吃红糖哦出去了我把车借过去吧这要得拿出去我们这边是有的。我是有的。可是大腿。是吧？出去。哎。花花顶脑枪翻狗。这原来你吃有这个跟老家大的货料。这就是这个结果有这样问题能老家哈问一下。就是大部分人啊，也要这么化妆一下，把这个我们家盖给盖好啊这心思嘎嘎自己来你们家问问，化妆啊，你们家要为了高兴，大家你看就是这次我要为了高兴平安，反正你们家统一大街方向啊，不统一大街坊，有劲。你老家就是隔山进口马镇庄。哎呀，去了卖文特，卖文特嘛，卖文特嘛，把这事情我儿子说了这名字吧。我家的是去卖文特的意思，就是说花个年，花个年，就是我们专我是双人了，叫我给我们就那会儿你统一打上去，不统一打街坊了，要交不要手续？地方。最大的给给不就少姐那儿要不花少姐好使再给瓜再瓜好使哥给我一个你好像举定下了举定成做摩托车就是这个资金先首先往里出出不脱不给人这个椅子嘛他来中国黑中国要跟他等我家里也去帮我买家里那块估计也是要黑了马呀他这个做啥事是黑了来的嘛之前你们说那个人少年出金盘啊这个装黑了来二十分还一瓶嘛做了来给做饭的人嘛也
来不是家属的话是正二次把先生人醒下，醒下的、把家来操好说的是一样，向上给文啊，向上给文把家拼起上，家就他的去张叔的拿着定将而定将呢，他的二虎跟我说的是，家的工资不止于两万一个月，你天天去给我这学陪练，我说那么庄稼还人的，才给你去陪练哈，这个钱谁给的呢？这今天我是进的化妆品，这么大的最高档的，日币几千，一三行是够了。他操我说的是高档的是一千多，中档的是八百多，七八百，最低档的就四五百吧。家都是吃不呢，我说你都是吃不下吧，这木厨房都垃圾啊。我这个意思是，挂文化的化妆的咱们工人随便化成的化妆品，马家超级有卖的呢。然后家化妆都封烟一人三一，咱卖三四号封啊，也是在这给一袋。我好推荐你，最好说。我就说是啊，对呀，你好。说吃吃，烤烧吃，没事，没事，没事。不是，我啥法子？今天上来，啊，扣我们了吧？我们就是化妆品，这个必须要掏钱的。那么人工投资呢？这个又不是你，来，是家里发生的。不是，对，搞艺术方面的这个。这就尤其是你看他们省台的这各方面谁都清楚，这个咱们不是说是专程到卫健委和收费来的，对吧？那你起码来说是这个也把这个人工工资抬上了，就说现在咱们卖红酒，卖红酒创日收高，日期高，你看是多少钱？多少万？在咱们你说这个你二十多个人呢，在你还得五千家，你说这个下来。这不是你日白家的事情，这个经费总该不是你们投这个。就是我跟他先生也没有钱。那么先生没有钱，这个非我州文化资产年年国家拨这哈子的钱不足三两。我是什么的？不是，这是我说的话，你们不能说。这个好的事情我不清楚的，我不是不清楚。这个，你打个电话。但是我家长给我的事儿，那就咱俩。他要给。那结果咋样？我创是借了个亏钱，请我一个人。你们家那个都。这是日前不给，这是化妆品啊。你就说清，那么你这个还有人工工资呢？人工工资，你是扣多少？这就五千对两千元，水房给我算上。五个怎么还？啊，还怎么还？你五千你就成一千日币就行了。就三千五对两口子。好，实话，你还有那么少孩子搞搞搞，你再给你些，你看。这么一下，我这会儿来要喝酒，我就联系他了，联系他是这边是算的是五套，五套是要三千元呢，这个钱怎么没去？我给你们工具两个呀，我给我看这边该去哪边去？不出去了，对。不有什么一下的，不出去怎么拿走？哦。就那年我那不就军刀全停了，什么年过，这个麻烦呀，这反正至少就八千多块，这个，这个咱们，我不见得收了，哎，我那就有钱，三百，哎。
赶紧给我看看字，回去。大爷，给我上两字，快点！酒店军队呢？回去，回去，赶紧回去！哦，说这边快黑的，不，你说这老爷子穿行呀，黑这边吃的，我。再说，这太太，对着呢。他对你，他不对也不合适。正月初九，在中国北方农村里，是正月社火开始的第一天，一般要持续到正月十五，而鹿西村的社火则要多一天，直到正月十六的晚上才算结束。这一天是各村镇社火最集中的一天，鹿西村的枪波鼓舞队也最忙。以前，包括鹿西村在内，附近有七八个村镇都在过年时打鼓，但现在只剩下鹿西村这一支鼓队，因此，四邻八乡来请的不少。鼓队要按照先后顺序去别的村子打鼓，附近村镇的社火队也会到鹿西村来表演，俗称送社火。你把这儿木板还有些，丢点给我一串。
说我们来年什么地方，谁都是如果在你家房子来介绍你的，我说带娃出，你看你房子如果歪，我给你腾歪，带你娃不出，你看如果这什么人你这还黑，你出汗都没有，你跟我有说去，人家要能干嘛的行事呢？谢谢葛先生，谢谢葛先生，谢谢您老先生，别给我叫上来，打几个板凳，大家伙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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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你不是给我，你打，我给你指的人，你别打了。二娃出来，我是你舅舅，我是你舅舅，我给他。我把他的他就几个，我卖床，俺家只能给你把他的拍照是吧？谁吃住了的？把这子乐过，要几个？乐过，乐过，乐过四个，乐过过，要谁挣到四个？来。那其实是这个事情，时间差了两年了，这。啊，这个时候能够多少去吃，我也说不清楚，跟你啊，真的。知道以前一圈吗？那是。以前反正是在那儿，我多少。谁没拿之前一圈吗？这个谁没拿之前去这个二区的这儿吃的来，反正是这水出来的呀。听这个事情，这个事情是这个罐子来的，这个事情没关系嘛。啊，反正是这个事情，我也拿的是我也没存，我也把也都没掉。嗯，俺们国里我也说不上。那我是头是头岁娘的，娃岁不孩的。苏宁市的谁不了解？请家先说。这个事情没关系嘛。那这些情况，实际情况应该没。哎，就是这么个嘛。哎，我说没关系嘛，等会儿没你这，这都是我的麻烦，这没关系的了。嗯。哎，不是不可能问我对吧？哎，现在是，既然你当初这个事情，我这里就是说把我交个电话，他跟那些给指的区里的领导已经反映了，明天就可能过来就处理的了。我听了。这个还是多少钱的？这个还是多少钱的？把这个大的是念吧。这个刚才说的，这餐厅，我就
三婶过日的话，大大，这三瓜瓜叫大次呢，大冬花还是日瓜？这咱们就，商量了这事儿，加这个动作吧。来贴身过的这大，采访官的这大小是说往上走的人，我说，我们说下古点是比较快的，大大大大大。大大大就是马叫鼓点嘛，外面的人是大大大大大了，外面的开始叫，围圈的人就开始叫，那就要让把这个胯脚做了哈去呢，大步的时候胯胯，你就把这鼓我开始摸反转，鼓鼓面到鼓面上面打着鼓点，大大这个鼓要捞得更前一点。前脚不来三个，后脚这边的，那把腰给过下去嘛。谢谢电视机，谢谢呢，我大哥，谢谢电视机。我们也是这边，你把这个日本是最后两个人摸头头的嘛，两个人摸头头，他就是头发是么样的，不是说不是说是样的。他免大能量好吧。正月十六对很多人来说都意味着年已经过完，但是鹿溪村的年俗活动还有很重要的一个环节——卸将。完成了这个内容，把瘟神顺利送走，今年打鼓的任务才算全部完成。为此，鼓队要在天黑后山神庙前的场院上再打一场。是的，这在基本上丢些没变，因说这是我给五天，这就基本上也就基本上剩下，对吧？这就是开始做啥啥，开始做啥啥的嘛。我的我给就包我给人嘛，这就是像前头，一摊的这几个下去，家里这个装冰箱啊、录音棚啊、录音片啊、录音墙，
烟味儿大，烟味儿这些牛皮呀，牛皮呀，牛皮啊，牛皮皮老师全。哎呀，那不，那叫不还不得几个人？来，别的人来这儿。你来，给你是给我上班子，我给你算，我给你算，给你是给我。是这不是一家子的圆圆和宝宝之间的这个不是那个日式游戏啊他们就行人家他们就不是全在上面封的噻，不是全在封的。我们，这边听着，钱说的还够了吧？够不够买吧？够吗？钱说，你说这个房子，我把钱出了，你那你来我车上，你媳妇去吧。我来你做啥？还家庭法院？我是来看看，我来看看。我是钱抓不住，钱抓不住，不是。日本大家的这么七八十人，日本北京这边的卫生的被谁不在算呢？那嘛，请问我说这个这说正事儿的时间没说，说这个坏事儿，请今天这个人疼我这事情东西。谁说的合理？谁开的明显就开的不差。我听话的对的，承认。这是吧是吧这菜给你在这个地儿吧是吧？最简单的，把最简单的事儿，事情先把复杂就做的嘛。咱们有的人虽然说是四个人是不是一年嘛两年啥时间我原来也带手术同学不说的嘛那次就给你这个顶子发现钱然后就退不退的最三呀那是跟他们拆迁顶着做三十年的上了，可以。你看我们这是，够吗？每年从农历七月十五开始一直到十月初一甘肃中部地区的临洮、渭源、昌乐一带都要过一种地方性节日八嘎节当地群众在近三个多月的时间里以自然村庄为单位按照各自约定俗成的日子欢度拉扎盛况不亚于过春节在每一个村庄的拉扎节到来时村民们除了吃喝玩乐走亲访友外最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跳山神跳神活动一般持续一到三天由法师主持完成当地人称为司公由于司公人数有限忙不过来因此各村祭神的时间由法师来定这也是各村过拉扎节时间不定周期很长的主要原因啥呀你自己看看这个昨天是的那种煎了它咋不
是小鬼，这是判官。拉扎是藏语的音译，汉语的意思是山神。拉扎节其实就是汉藏杂居地区的群众祭祀山神的民俗活动，其中包含着祈祷和庆贺五谷丰登的诸多愿望。可以说，拉扎节是当地群众为酬谢山神而进行的一次狂欢。也有人说，这是世界上最长的祭神节日。小菜落呀，哎。